重型甲位啊，这之前大家都说要买四份，哇，四个就20000块了啊！买个，要没抢抢啦！有人说我错过能量棒，有这种事？居然有我错过的东西，外马珠没看到啊！能量支配棒，哎，还真的，他写能量支配棒太没有 feel 了啊！有来了。感谢大家提醒，买，想要买什么就买什么。对话之轨迹，看状况啊，好吧，看状况。我不会到每个都买，不是啊，不会到每个都聊，太累了。至少商店的是一定会。你要卖什么？钥匙包，量尺。下一个，时装店。你说服装店可以买到最好的鞋子和衣服，1200件。老板，您就是老板啊，老板，我有跳一跳，哎呀，好久不见，这里有熟人啊，学员季表演的服装，哎呦，哎呀，回忆起来啦！老板好会说话啊，哎呀，好说啊！然后就老板下一句话就说：“哎，你都变这么英挺了，是不是要买一点新衣服来配上你这种帅气的脸庞啊？”对，你说的对，买。老板推荐什么？不买。啊！老板直接挖坑了。说好不提那家伙啊，老板。你是提？哦，2个月前要过来。跟他妹妹。交换一下。黑兔，呵呵。啊，有什么推荐？啊，无边帽是不是？买，还有什么推荐？银白头发的盖物资，1500，买，黄金夹克 ，SPD 下降，感觉就还好，不买，女生的白银长袍 ，SPD 会下降，不买，黄金鞋子。防御加的还蛮多的啦，移动下降一点点，其实还好。不买，反正是攻击力增加，这可能买了，买，白银高跟鞋，哇，穿高跟鞋战斗啊，拜托，买，防御增加，高跟鞋战斗，买，黑兔穿高跟鞋。哈斯，买，
刚刚有买了一些头发，可以看一下。有一个是谁我也忘了。哎，安妮给先来。啊，你看你怎么帅成这样啊？超帅的、啊！哎、欸，你他好适合哦，他超适合的、欸。你是走错场景了吗？你是哪个动画主角啊？这帅炸天啊！你给，啊你给，好帅啊！他太帅啦！啊你给，不行啊，你这个白发真的帅过头了，帅过头了，还。有没有紫色的眼睛哦？やったわね、やったわね。好像是你，是吧？不是，是那个，对，嘿，艾斯蒂尔的发色，嗯，这比较有 feel。白发直眼，有那种一样的眼睛的颜色。帅啊，你属于你的啊，帅帅，啊，你给开鬼之力的状态，啊，但是反正发色我们这边就尽量都不改变，即便他帅得不得了，哇 ，OK。大道看完了，圣火大道，你也确认一下，大部确认一下。OK，OK，OK。行，圣火大道，走起。基于剧情来说，顺便也看到攻略有说啦，就是反正有那种绿色的特别有标志的，有聊到就 OK 了。所以 NPC 其实就还好，那我们就来看看。啊，你本来就不算是配角啊！你看他这个闪闪的戏份越来越多啊，以前就是一直都很帅，只是一直疯来疯去，有点太疯了。他真的是个疯子，好不好？很疯很疯，面包店。其实我一直都是，我从小的早餐就是以前有说法，我是吃面包长大的。但是我真心也觉得啊，面包真的有多贵。但我以前是就是家里都是买那个夜市面包，七个十块钱，七个五十，一个十块，七个五十的，那种神秘面包。哇，你看一个面包四五十块。不如买个便当，对不对？感谢巧克力，感谢各种巧克力，谢谢你，可以留给自己，没事的哦，一堆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。这家店就只有一个人了，这家店真的好吗？啊，住宿饭店，所以大家都走了。面包车的吗？没有没有，就夜市是店家，就是面包，真正是有摊有店面的，对啊，啊，只是夜市那种面包都是那种啊平价面包。酒馆。今天早上，哦，侍卫旅人住在这，房间总是上锁，也不让你整理房间，啊，这感觉是超可疑的，啊，超级可疑啊，绝对有问题。嗯，一般不会这样子啊，一般对不对？拜托打扫啊，不打扫还不爽啊。苦番茄咖喱，神秘，可以慢慢看，这 CP 应该加很多，四五十，还行，特级番茄三吃咖喱，太神秘了，换新电脑，恭喜恭喜，
换新电脑，爽，一定爽。我以前变那个面包都是我爸买的，我爸都去那个夜市，然后七个面包，就是我说那面包几乎都我在吃。那七个面包怎么可能吃得完？吃到第三、第四天的时候，那面包就会很硬，因为接触到空气。即便你关好一点啊，或是冰冰箱，都在所难免，就会变硬，那就难吃。然后配很多水，咬一口，然后配水啊，然后就吞。那第一天会好吃而已。现在不知道哎，前阵子好像有看新闻，就是有那个啊，踢爆吗？十元面包，对啊。可是其实以面粉来说，本身就都还 OK 啦，都还 OK， 没有到太可怕。那个十元寿司才是可怕一点的。吃去。奥斯卡，你来啦！来这里进行修行。哦，太好了，呵呵呵，在这里烤面包，新面包，难怪推荐我们来面包店。哇，可乐饼汉堡。真差，真差哪是十元？真差三十元呢、欸！拜托，十元面包都是那个啊，都是那个路边摊的那种啊。它其实看起来也会很厉害，可是我还真的从小到大都没有买过，因为怕怕，呵呵，会怕怕。嘘，多明察，不能被发现。我的天哪，你躲的位置真是好啊！有没有人家从这里就一定看不到你？有没有人家走过来一定从这里走？哦，完全看不到你在哪。哎、欸，太可爱了吧！尽情的逛逛。有妹子就会聊，好吧？我们聊天很单纯。还有桥哎、欸。哦，游击士协会，哼，正义伙伴的追捕，大家呢都在哪里？救命，我找不到他们，可恶，一定会找到你了、啊。不好意思啊，他就在远方一直看着你啊，这不就是我会做的事情吗？有没有？看人家那边苦恼，就蹲在那里看他，笑他。可以可以，麦兄，你很巧，哎、欸，不能进去哦，还是要隆重一点，因为已经重新开张了，哎、欸，没有挂招牌，被关闭了啊？不是说暂时又恢复吗？无限期关闭。所以暂时恢复活动，但是他们的分部还是关闭的。民宅，是哦，他也有卖。